你找谁？张先生在家吗？张先生，这里不是建港胡同7号吗？你搞错了，这里是9号。哦，找错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这警察来抓陈先生，这人不在，把老婆孩子给带走了。你瞧瞧，这警察还等着人回来呢。哎，这是。 目前的形势，大家是清楚的。我们在京的团员困难重重，举步维艰，还有一部分人想办法回到湖南老家去了。我想我妹妹。 现在我仍然相信，我们的区长霍德还是有希望的。我接到了两封何书恒先生的来信，他信上说，他带领着另外一队区长的人马，和直系的军阀接触了多次，希望直系的军阀能够出兵讨伐张静瑶他这个晚期的军阀。我认为啊，这一个办法还是有希望的。那敢去？那敢去？诸位。 我们虽然区长没有达成心愿，并不是因为大家无能，实在是因为。
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太猖狂了，与黑暗势力斗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可以速战速决，而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。我相信诸位都不会气馁，我也相信湖南乃至全国的天，必将会是广大民众的天。 吃饭呢？啊，不可！师弟，不可！明寨兄，我是东道主，我当好好款待你们。维金斯基先生，前面有家饭菜馆，俄式大餐，我们到那里去吃？你倒是别长气，就在这吃吧，就行了。走，请去吧。李同志，请。好，请吧。 请问几位来面还是来宾？要不这样，几位各来半斤炒饼，再来一盘醋溜白菜，再来一小碗酸辣汤。<笑>哎，那就这么着，每个人呢，再加一碗打卤面。好嘞，五份炒饼再加五碗打卤面。<笑>简单了，寒酸了。哎，维京斯基同志曾说过，在这儿。 比起他们攻打东宫时那几天吃的东西啊，可算是天堂盛宴了。<笑>我发现维京斯基先生很实际。维京斯基同志的谈话将更实际。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，同时寄予极大的希望。<笑> 云寨兄，你的声音可以放低一些。哦，我是怕先生听不清楚，这儿啊太嘈杂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份嘈杂，我听得见。明白了，维京斯基同志。我们又不急，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的那样的组织，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直播。维京斯基先生，在中国。 党的组建工作已在酝酿之中。这倒我们没有想到。维京斯基先生，与陈独秀先生应尽早的见面。陈独秀？我们不清楚陈独秀，波特曼同志直接杀过你，李大钊同志。不，我和陈独秀先生不一样。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抗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。 我听说过新青年，你听说过新青年？嗯。3年前，我回到祖国的时候，就是向新青年投稿。我的文章叫《青春》，陈先生是通过我的文章，才真正的认识了我。明白了，他就像一只上一壶蛋的母鸡。不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比喻。 如果说拿贵国的列宁同志与陈独秀先生相提并论，你们可能觉得并不恰当，但在中国，我要打这个比喻，有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听明白了。哎，拐过那个弯儿就到了。
想什么呢？想我自己。人生一世，衣服皮囊几十年，如果不能。喜讯，不由他不乐。来了，哟，沈先生，真是夫人啊！喝酒，钟府兄高兴的事儿啊，你一定高兴啊。那倒也不一定。诸位，快请进吧。好好，快请，快请。钟府兄，啊，好酒，好酒啊！钟府兄啊，钟府。哎呀，谁来了？我属公鸡的，啊，天刚亮就才让让。哎呦，钟府兄，钟府。哎呀，哎呀，陈王道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沈玄龙他为什么特意带着酒来了，成吧。陈先生，完璧归赵。哎，这叫完璧归陈啊！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。钟府兄，归还戴先生。我这本是日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是我从日本带过来的，它主要是根据日文版进行翻译。陈先生，陈望道先生躲回了自己老家义乌，挑灯夜雨，十足花了三个月的功夫。哎，我这位浙江同乡果然不负众望啊！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徘徊。哇，仅凭这几个字，就知道啊，陈望道一笔之幽美。不敢，不敢。知道当初少林寺是怎么向我推荐你的吗？能承担此任者，非杭州陈王道莫属。现在看来，果然。这回陈先生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。我和季陶商量了，聘请他为《星期评论》的编鉴。酒呢？在呀。哎呀，你带酒来不给我喝吗？哎呀！哎，不倒茶。政府，你这两天血压高，那酒不能喝。共产主义幽灵都进家门了，血压那么高啊？对呀，再高也得喝。哎，喝酒。
位马克思恩格斯，二位邵力子特别推荐的陈王老先生，三位借我英文版的李大钊，四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，五位诚邀陈王导来上海共事沈香林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慢。嗯，我今天有点激动，让我多说两句。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。最早德文版，后来有了英法俄等版本，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。现在终于有了，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全译本圣经。干杯！干干干杯！慢慢吧，慢。哎呦，这事怎么这么难喝呀？我这句话很重要，我想先说，陈王导先生既然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那你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。戴季陶、沈学罗，你们虽然是国民党员，可是一向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，那你们也是半个共产党人。既为同道，变为同党，那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应该应运而生了。这个主意好。哎呦，韩俊来了，来来来，这个主意好啊。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，没有实际行动，只是做文章说空话，绝不能取得革命胜利。哎，政府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诸位意下如何？哎，这还用说呀，我们以举杯代替举手，先把这酒干了。好啊，来喝。好，来。回来了。哎，今天这么迟，是开会了？附了一封长信，很要紧，给上海的。给陈先生的？对，关于建党之事。你知道仲甫这个人，一旦开始工作，他会很快。我在北京啊，也要加快步伐。明天我就准备找几个人来谈一谈。哦，刚好湖南的毛润之也在北京，把他也找来。啊，这个毛润之啊，今天来找过你。他来找过我。嗯，说是来辞行的，他要去上海。说是一批湖南的青年要到法国勤工俭学，他专门去送行。他南下上海了。他说到上海以后，想尽快见陈独秀一面，见仲甫。这就对了。毛润之是个为了求索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年轻人，这个看得出来，你一提起他就满是夸赞的。哎呀，你不知道任安，这次毛润之在北京曲张，如此碰壁，如此艰辛，如此困难，反倒让他悟出一个道理：只求湖南一省之光明乃是空想，不现实。革命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彻底的推翻黑暗专制制度。这一点他弄明白了，而且我还跟他说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他听进去了。他到了上海见到仲甫，一定会受到仲甫的影响参与建党工作。等他到了湖南，湖南的工农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。我看好湖南。可是他能找着陈先生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让上海的朋友告诉他。终于在上海见到先生了，拜读先生的文章，酣畅淋漓，如沐春风，犀利如青锋之剑。世间最犀利的东西，唯有主意。我带你看一看真正的青锋之剑。来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。全译本。节选我都快搬烂了。之前那些，比如同盟会的刘子培，在日本办的《天一报》上，他翻译过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序言。去年我们在《每周评论》上也刊登过《宣言》的第二章的一部分。这次完全不一样。
太好了，找到自己的主动权益了，马上就要出发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哎，来了，哎，这位就是大功臣，翻译家陈方道先生，久仰久仰，久仰先生。先生的湘江评论我是亲戚拜读，真是文采磅礴呀，惭愧惭愧。顺治，你为何不去法兰西？说不想去那是假的，其实我是想去的。但是我想，如果大家都去了，中国的豺狼虎豹谁来打？也是，你要去了，谁来声讨张定敖？张定敖现在还在湖南吃着人呢，最起码要等到曲江成功之后，再去法兰西。啊，豺狼虎豹有兵，我们新民学会有理呀。有人说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我偏不信这个邪，我就不信我毛泽东斗不倒他张静瑶。你这脾气我喜欢，跟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像。我跟你说，你也许不相信呢、啊。我参加过刺杀团。刺杀团？就你这个年纪？啊，我比你现在还小几岁呢。那时候也在上海，我天天摆弄炸药，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。啊！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勇气可嘉，仅凭一腔热血，满天下危机，那就叫只见个人，不见社会，不见阶级。所以啊，从那以后，我板报、留洋、坐牢、奋斗，我足足摸索了十。怎么了？又伤心了？没有，我是高兴。
润志给我写信来了，他说他真正的找到了革命的方向，他太兴奋了，我为他高兴激动。毛润之啊。嗯。爸爸在世的时候是特别欣赏他，也愿意认这个女婿，可是可是什么呀，他毛润之在北京为了屈张到处奔波，是闹出了很大动静，可他毕竟是个命运颠沛之人呐，你跟着他是要受苦的呀，你看他现在连长沙都难以返回。妹妹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哥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我已经认定他了，以后呢不管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虽难不惧，虽死不辞。那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湖南呢？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愿意等。那你慢慢等吧，就别吃饭了。哎哥，谁说我不吃饭了？1920年5月，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在谭延闿、赵恒替部的配合下直击长沙。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打击下，于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。历时半年多的屈张运动终于结束。来了。是你啊？陈先生在家吗？陈先生没在。润之先生快请进吧。既然陈先生不在家，那就请师母代为转告了。你说吧。请您转告陈先生，湖南的事情务必请他放心。一回到长沙，我打算组织一个俄罗斯研究会，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物为宗旨，再创办一个俄罗斯丛刊。我认为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路径，俄罗斯的革命成功了，所以对俄式革命的研究于我们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的。我们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大家。我还打算派青年人去俄罗斯实地考察，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想到法兰西，我个人是推崇俄罗斯的。请师母转告陈先生，我一回到长沙这几件事情一定会办好，然后会按照陈先生的部署把湖南阻挡的事情落实好。润之啊，你也要注意安全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我送你。开门。开门。郭厅长，周恩来带到。周恩来，这就是我们杨厅长。谢谢。杨厅长。一个学生娃。你代表谁呀？找我来谈。我今天来找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24名天津爱国学生，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。绝食？你敢？警察厅长先生，你们拘捕我们2月有余，既不转交法庭正式审判，又拒绝释放。第一，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；第二，这是公然违背新刑律的规定。我真没看出来呀，你是个刁嘴之徒。啊？你要干嘛？别动！不动！走开！
们要干嘛？这里不许进去，动我滚！今天我们24个学生带着铺盖来，我们是来自愿坐牢的。对，自愿坐牢。我们要替换关在里面的24个学生。我们要替换什么？这就是著名的天津监牢，他们抓人不审讯，抓人无罪名。记者们，你们多给他们拍照，曝光他们，写在报纸上，曝光他们的罪行。对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们滚！我最后说一句，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3天之内把我们送往法庭进行公审，否则我们全体绝食，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责。厅长，厅长，厅长，天津各报社记者碍事的人集聚门外，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。轰出去，不见。厅长，这门口还有很多学生，看样子是要闹事，要不您还是见一下。马上给我镇压。是。杨厅长，您公务繁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周先生，周先生，要不咱再谈谈？3天之后再谈。周先生，周。开门。妈，说实话，今天您看见那些枪口对着我们，您心里害怕不？我不怕。虽然您不害怕，可是我害怕。是吗？我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到你害怕的样子。我们害怕的不是枪口，我们害怕是斗争得不到胜利。我们也不怕流血，我们害怕流出的血不能使革命的花儿开放。周恩来虽然被关在里头，但他们还在坚持做绝食斗争。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都冲锋陷阵1年多了，可你看，军阀还是那么猖狂，我们的民众呢，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。是啊，我也总在想，现如今的中国，天这么大，地这么大，怎么就看不到哪儿有点光明呢？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明天的光明，您一定会看到的。安静。被押人周恩来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周恩来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，扰乱政府正常秩序，如今知罪否？我知罪。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，在天津，在中国，什么是犯罪。在你们眼里，爱国是犯罪，抵制日货是犯罪，谴责日本人的暴行是犯罪，保护民族利益，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。说得好！安静，安静！被押人公然混淆是非。既然本人混淆是非，所举之例均非犯罪，那么请问，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？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成员，并且200多天不予审讯，是不是犯罪？是不是犯罪？安静，安静！
今天是你审问我，还是我审问你？当然是我审问你。你，真理在谁手上，谁就是法官。今天我代表真理，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，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野兽般的暴行。7月17日，天津被捕的周恩来等21位学生，在广大市民和学生的声援抗议中，被当庭无罪释放。哟，杨姐，马上回来了。哎，您出去啊？哎，我走了。哎。畅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您回来了。哎。畅，你这绣什么呢？不给看。好好好，不看不看啊。哎，看吧看吧，也没什么，送给同学的温暖。啊，给谁送温暖？不能说。不说，不说，我也知道是谁，小周吧。啊，小畅，这大热天的，你给人送毛衣啊？人家要漂洋过海去法兰西了，勤工俭学。嗯，如果我能筹得钱，我也想去。嗯，您还记得以前您常跟我念的屈原的诗？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们国家如果不早日走入光明，怎么寻得解放，怎么争得自由？年轻人啊，就该有志向。他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啊，你来了，小畅，快请进。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周恩来同学。周恩来你好。伯母好。哎，小畅，赶快给客人沏茶。哎，小周，你坐，你们慢慢聊，我给你们呀做点好吃的去啊。伯母，您别客气了。你坐。谢谢妈。哎，你别光站着呀，来坐。我不坐了，我来跟你告别的，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？船票已经到手，明天就走。这么快？我现在的心情啊，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。啊，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，看看合不合身。挺好的，看不出来，你的手还挺巧的。给你温暖，小超。